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叫做兰香，兰香英文叫做 Baneberry， 学名是 Actea spicata， Actea spicata 兰香。好啦，这个兰香的疗剂是一个风湿的疗剂，好似有个其他嘅疗剂嘅黑星麻 semi-sulfuric 嘅，咁但系咧佢影响咧系主要咧系啲细嘅关节吓，同埋咧系手腕。嗱，呢个疗剂咧都系曾经治疗过肝炎啊，胸膜炎啊 ，pruritus 啊，同埋嗰啲风湿嘅。咁兰香咧系曾经咧系治疗过好多次，就系嗰、那个。手腕的风湿 rheumatism of the wrist 手腕，那个手腕的关节呢会轻微的疲累呢就会肿胀啦，同埋会好攰，咁呢个系个关键嘅，即系佢少少用呢用呢个手呢个手腕呢就会肿胀同埋疲累嘅。咁呢类嘅人通常咧比较虚弱啦、紧张啦、比较年纪大少少啦，尤其是对男性咧系更加适合吓。咁、亦都有飙冷汗。咁、okay， 所以咧嗱，呢、這个叫做兰香咧系个类风嗰、那个风湿嘅关节炎嘅疗剂。咁尤其是咧系手指同埋脚趾细关节、手指脚趾嘅关节炎。咁如果你见到咧一个人嗰个手指或者脚趾咧系变咗形吓，咁佢有关节问题啦，同埋痛咧，你就要谂呢个疗剂噶啦。好啦，咁另外一个疗剂我哋叫做蓝星麻吓 （colophyllum） 咧，亦都系帮助手指脚趾嘅关节炎嘅问题嘅。OK， 咁呢个都系另外一个蓝星麻嘅疗剂。咁
亦都系对付手指关节嘅关节嘅问题啦。咁亦都可以另外一个去比较咧，就系头先所讲嘅黑星麻啦，啊 ，semisulfuric 啊，亦都叫 actia racemosa 啊，个学名系 semisulfuric。咁呢只药咧，呢个草药咧，就系治疗嗰啲大嘅关节啊 ，semisulfuric 黑星麻系治疗大嘅关节，譬如髋关节啦、肩膊嘅关节啦。呢啲系大关节啦，咁跟住就嗰个手腕啦，同埋嗰个手踭，咁呢啲都属于比较大嘅关节嘅。而嗰个兰香咧 ，Actias picata 咧，同埋 Colophyllum 黑星麻咧，系主要系细嘅关节嘅。OK， 咁当我哋讲细嘅关节，即系讲手指啦，啊，手指啊、脚趾呢方面噶啦。啊，咁记住咧，呢、这个兰花咧系。尤其是对嗰个手腕嘅风湿，咁通常咧你捉摸佢会痛啦，同埋喐动佢会痛嘅。好啦，咁另外一个应用嘅地方咧就系嗰个pruritus 啦，就系嗰个肺膜炎啊。咁通常嘅症状咧，嗰个胸口咧觉得有啲压迫感啦，咁同埋咧嗰个呼吸咧系比较短促啊。咁呢个好多时候咧系嗰个肺嘅胸膜炎嘅一个症状嚟嘅。咁所以呢个疗剂呢係对细关节嘅风湿关节炎呢尤其是呢係触摸痛同埋喐动痛呢係好好用嘅疗剂嚟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